你还赖我生气啊？你说你上个体育课怎么还会被罚呢？老师，我们练习蛙跳，说以前受过伤的不用跳。啊，有的同学说腿断过，有的同学说胳膊断过。那为啥罚你啊？我说我也断过。你也断过？我咋不知道你哪里断过呀？我说我脐带断过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从放学回来就不高兴呢？老师今天问我是谁烧的赤壁，我说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烧的。之后老师就批评我了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烧没烧？我真没烧。那你没烧，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啊？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周瑜烧的。周瑜是谁啊？几班的呀？这孩子怎么这么皮还玩火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妈妈，行，你别说了，明天我就去学校把这件事情给你老师说清楚啊。不用了，你别害怕，又不是你烧的，咱有理，咱怕啥呀？你的手不能碰到杯子，也不能碰到这个吸管。你要是能把这杯子的水移到这个杯子里来，我再给你200。我是真佩服你这屡败屡战的精神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能做到你承认比我笨就行。行，但是你做不到的话，把我那几百还给我。行。有人。认输吧，我刚刚已经帮你试过好多遍了，这个根本就不可能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别笑。现在承认比我笨了吧？我这两天的脑子确实是不大好使。你知道这是为啥吗？为啥？让你把你名字的鱼字头给去掉，你不听。什么脑子也经不起天天淋雨呀。秒针从6走到11需要多少秒？25秒。25秒？你这个题你掰手指头数就行呀。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不正好5秒吗？3岁小孩都会数吧？你认表吗？我怎么不认表呀？那你在谁家中表上秒针还带数字的？你想想，秒针从6走到11，一共走了5个大格，一个大格里面有5秒，5乘以5正好等于25秒。不是，你这样算对吗？一年级的题不可能这么烧脑。那你让小圆批个一下，要是我说对了，以后我写作业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行，你批改。还真是呢，借着辅导我的名义，天天跟着我偷学，连学费都不交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自己把这套题做完，我给你做饭就行吗？做完了吗？呀，你做的不错嘛！我刚刚给你做了一桌好吃的，我想好了，以后我就做你的后勤保障工作。这就想对了，做做家务，做做饭，取个快递不行吗？非得在这么多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智商。双手不能离开筷子，筷子不能沾水，要是能绕出来，我给你100。沾水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来，你要是能绕出来，我给你100。看好了。你手碰水了？没说手不能沾水啊。你要是再能整出来，来，我再给你100。看着点。你怎么还关水龙头啊？没说不能关水龙头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还有100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要是再能整出来，这100还是你的，整不出来你那200还给我。行，我炸。妈妈，这个题我不会。你看你还得用我吧。小明和小丽去买瓜，小明买差8元，小丽买差6元，两个人合起来买差2元，问瓜多少钱。你先写另一个语文吧。语文。
我写完了。那数学口算呢？也写完了，就剩这一道题了。有人，这两个人也真是的。你说你钱不够就不买呗，还得合起来买，也真够气人的。你是因为不会才生气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问你也白问。听人家劝，咱俩一起去报个班吧。我跟着你去报班呀。再说报班多贵呀。我知道你心疼的是钱，可我心疼你脑子。学习又帮不上忙就算了，还老是拖我后腿。那我帮不上你。班里就三个人吗？你这样说话很容易没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小时候那朋友就特别多，人家都愿意跟我玩。因为人家知道跟你玩不会吃亏。我哪天要是挣他个500万，咱们是先买豪车呢，还是先买别墅呢？先买个短袖吧，这都30多度了，净整那些没用的。来，你的手不能碰这个盆子，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，今天它就是你的。我知道这一个对于你来说是有难度，但是你得学会动脑。我拿不出来。你现在承认比我笨了吧？你把这个粘上了，我怎么拿走？我没有粘上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靠！刺激！狗头摸你？啥？狗头摸你？啥狗头摸我呀？单词早上好。那是哥的摸你。下一个。废物。谁是废物？单词废物呀。我们没学过。就是数字五。我不读废物，是 five。完了，这次又得考零蛋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破腻子。那你咋骂人呢？我什么时候骂人了呀？日本人啊。那是这破腻子。你别笑。下一个。八嘎。你这英语还没整明白呢，又开始学日语了。哪学日语了呀？漏洞。那是 bug。 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呀？你英语是外向老师教的吧？我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后我每天也要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好好练练，学习学习，得努力做一个自律的人呀。妈咪，你已经够自律了。你真这么觉得呀？一顿3碗大米饭，少一碗都不行，多自律啊！也不是我给你吹，我要是当初没有嫁给你爸，我早成照片上的这一个了。妈咪，你以为谁都能当警犬呀？你的鼻子不灵。哎呦你妈！你会不会聊天啊？我就纳闷了，人家的小棉袄都保暖，怎么到你这里就漏风呢？你是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。我也想关心你，可是最近我爸也不动手呀，就算动手你又扛揍，我连关心你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呀？妈妈你别生气，闹着玩呢。这是你以前的照片吗？啊，对呀，你看我那时候漂亮吧？难怪别人都叫我爸李大胆。你长成这个样子，我爸都敢娶你，他胆子可真不小。